张三丰太极拳经。一举动中，周身俱要清灵，由虚贯穿，气以鼓荡，神以内敛，无时有缺陷处，无时有凸凹处，无时有断续处。其根在脚，发于腿，主宰于腰，行于手指，由脚而腿而腰，总需完整一气，向前退后，乃能得机得势。有不得机得势处，身便散乱其病，必于腰腿求之，上下前后皆然。凡此皆是，亦不在外面，有上即有下，有前则有后，有左则有右。如意要向上急欲下意，若将物先起即加以错之之意，思其根自断，乃坏之素而无疑。虚实宜分清楚，一处有一处虚实，周身节节贯穿，无令丝毫间断耳。长拳者，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也。鹏、吕、己、按、踩、列、肘、靠，此八卦也。进步、退步、左顾、右盼、中定，此五行也。鹏、吕、己、按，即乾坤坎离四正方也。踩、列、肘、靠，即巽震对艮巳斜角也。进、退、固、判、定，即金木水火土也。合之则为十三式也。原著云：仔细武当山张三丰祖师一论遇天下豪杰，延年益寿不图作技艺之末也。太极拳由张三丰所创，此说法始于吴语乡，但据考证并非如此，故此文和人所作无法得知。感谢你的观赏。欢迎订阅和点赞我的频道，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好视频最大的动力。